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咱也伫讲到平湖上早去到伫平湖，诶，一个外国人是宣教士，即、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头一个就是甘伟林牧师甘伟林牧师是一八八六年就已经已经到伫平湖底下来传福音。 所以，你今仔日若是有机会去到伫平湖，平湖有一间马经教会，马经教会后面还佫有一栋大楼，伫纪念甘伟林牧师的甘伟林大楼。伫伫纪念伊，而伫百外年前，伫已经去到伫平湖团基督教的福音。然后有两个神父是战后啊，对中国。 来到伫台湾，就是对云南的所在来，啊，即就是伫云南，罗东信报变迄个联谊会，意大利的联谊会的信号，在一九五二年的五月，一九五二年的五月，因就已经去到伫平和的所在。 即两个新妇，其中有一个叫做潘志仁新妇，还阁有一个是高安修士，因两个就已经去到伫平湖投入伫医疗服务的工作，后来两年后。 有一个新妇叫李迪新妇，啊，这个就是我今仔日要介绍大家熟悉、一个真要紧的新妇。即、这个新妇李迪新妇是接线潘新妇，啊，伫遐做医疗服务的工作，伊毋但是得到医疗奉献奖。 伊搁在得到罗马教廷赏赐，互伊即个教宗颁布，互伊耶路撒冷圣王技士，迄个骑士奖哦，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奖，即、這个骑士哦，诶一种哦，啊，这算一个真贵诶，英物，啊，这是你的幸福。 介主要会收伊即个奖，罗马教廷收伊即个奖，就是伫表扬伊伫即个社会服务诶工作相当有贡献。汝伫新夫是一九二七年安尼离开镇，就是九十年前，出世伫意大利北部诶所在，遐有一个镇诶庄下，即、這个庄下呢是。 林午真出名，所以做七世嘛是真出名的一个宗下。因兄弟啊拢总有八个人，伊是排伫第七个，伊有五个兄弟三个姊妹，啊，其中有。 即个兄弟姊妹中间已经有两个去做新妇，所以伊落尾嘛去做新妇。安尼兄弟啊，五个有三个新妇，就会当对遮看见虾物，看见因伯母甲即个家庭拢是非常敬虔的天主教的家庭，因为信仰的态度是非常虔诚。 所以，你伫生活伫细汉的时阵，伫即种的环境中大，阿规的思维就真清楚。有一日，伊要亲像伊的两个兄哥一样，要入去修道。伊后来献身去到伫偏远的地区，伫下来服务人。十二岁，伊就。 有做这个决定，后来就伫中学嘅时代，伊就入去到伫修院读册。中学修院读册了，伊就入去伫意大利一间真出名嘅神人院——蒙迪诺内罗，蒙迪内罗神人院，底下来读册，然后伊佫再受真好嘅医学训练。 到伫一九五二年，伊就伫遐来真侪引导第三新妇哦，伊的厝的第三新妇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二年真侪新妇了，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四年著是一二十六岁的年，伊就接到派令。 来到伫台湾，去到伫劳动零医会所在，伫遐来报道。南同仔零医会来到台湾，得选两个所在，一个就是伫劳动，当时医疗真欠亏；，搁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伫平湖，遐嘛是医疗亲像沙漠地带一样。 安尼，伊先去到林议会遐报道，罗东的林议会报道了一礼拜后，就派来到伫平湖的所在。伊后来有安尼讲，伊讲伫宜兰看到树木真济，伫罗东看到的就是青翠，迄、那个青翠的树木非常济。但是伊去到伫平湖，敢若看到一种草啊，结结。 无半张树啊，草啊，超多多多个个啊，过迄个草啊会出一种花，叫做天天仙菊哦，天仙菊啊，即、這个天仙菊、天仙菊，真细了啊，真水哦，海风真大，红背山真侪，即、這个菊啊花，犹过伫遮尔滴的环境下面，佫会开花来显明伊的水。 伊就想着生活在偏湖这的人民，生活在偏湖这的人，因是一群非常有强的生命力的人，才有辦法到在偏湖这个所在生存落去。你伫生活到偏湖，为着要甲偏湖人家。 因为来一礼拜，直来到平湖，所以语言拢袂晓，伊就开始嗯，平湖人来学平湖腔口诶台湾话。咱影平湖诶腔，一听后、啊、就知影甲台湾本土诶所在有无共款诶所在。伊做一个医生，伊会当甲平湖人。 啊，甲遐个病人、甲遐个,個阿公阿嬷来学讲话，伊有语言诶天分，所以真紧就学会晓当地人伫讲诶话。无甲一年，伊就有法度用平湖口甲当地人讲话。毋但呢，咱遮平湖有即个所谓啊，做军队有住在伫平湖有惯熟。 啊，嘛有真侪所谓诶外省人，所以伊伫配湖嘛真紧就学会晓话语，安尼伊伫配湖，无论是虾物种人，伊拢真紧诚多因诶好朋友，嘛因为是即个缘故，伊无论去到地，逐个人真欢迎，伊拢会利用机会、利用时间，因为有真侪人真爱甲因问啊讲。 啊，你信徒，恁汝是对倒未来，啊是安怎？未来到伫平湖，伊就有即个机会，甲介绍伊的来是甲耶稣基督的听有关系。伊、就是、的来平湖，著、就是伊的初会，伊的初会，著是灵异会，灵异会在做啥物代志？伊就利用机会。 介绍这个联谊会的组织，互平和人熟悉。然后伊会甲平和人讲，什么叫做天主教？介绍天主教的教会，互当地百姓熟悉。然后伫平和中间，突然间有发现，哦，有发现，伫平和中间有真济麻风病人。 啊，因为即个麻风病人，伫当时的平和人拢有迄落无好的眼光伫间看，至到遮的，着麻风病人，拢无啥敢出来互知影。毋当是安尼平和人，当时的平和人，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无真正确的观念，著、就是讲一口罩闹人着麻风病。 烟斗、啊、在吸火茶，迄、那个烟对烟弹口出来的时阵，迄、那个烟会将迄个麻风病的病菌伊带出来。所以，若看到麻风病人会厝在抽烟啊，规庄嘅人常常遭加无伴嘅，逐个拢真惊受感染唔到，所以。 你伫信徒看到即个情形个时阵，伊就去探访遮麻风病个人，啊，一口罩一口罩，安尼逐口罩去探访哦。伊就是安尼讲，伊讲我做一个信徒，这是我个责任，我个使命，就是到伫遐个可怜个人，就做因个朋友，因为。 因比我搁较需要关心，后来伊就用真侪时间伫白沙的地带、平和白沙乡的地带，各所在去做即个麻风病照顾的工作，啊，毋但是安尼，伊嘛各所在去照顾病人。 伊伫配湖诶工作，就是对关心麻风病来开始，男性讲告家等一下过来继续。你伫新后伫白沙遐开始，对关心麻风病啊，然后伊就一直发现，伊讲。 要安怎帮咱遮诶人啊？伊定特别是即种呃麻风病人，拢、呃、有一个真共同的精神，就是家庭生活真困难，因为伊无法度出去外面工作。啊，哥有时阵厝里毋是家一个钓，有时阵有几男会钓，迄、那个家庭生活搁较困难。 所以，你伫信徒在直定去看这的家庭，寄物件分，甚至寄钱帮衬因。后来，就有一个少年呢，啊，已经得着麻风病。这個、青年人在问你伫信徒，伊讲：为什么你会来到伫阮的中间来看阮？为什么你要来看阮？ 伊是靠啥会在趁钱？无你那会定有钱，起来帮咱阮。啊，天主教是伫信啥会？伊在问遮的问题。你伫信佛就安尼一行一行讲好伊听。伊讲我会来看恁，这是上天给我的使命。伊叫我来平和，就是要来看恁。这是我的信，迄、那个天主。 互我的生命，伊讲我靠什物趁钱？伊讲我无在趁钱，是阮的教诲逐个人奉献钱，啊對駕駕，对伊家己寄来到伫即个所在，毋是我在趁钱，是因寄钱来爱我来帮咱遮的艰苦人。然后伊甲伊讲。 天主教是甚物信仰？第、就是得信这个上天的主，这个天主第是创造万米的主宰。这个青年人听了非常感动，才会遇到麻烦病人定去互社区的人赶紧离出来，甚至亲人就革命拒绝往来。 原因拢是无正确诶，理解，掠准会去感染到，去传染到，所以会惊就自动改隔离。但系你哋信徒唔单是袂惊，佫叫逐个人爱互相相听。后来即个年轻诶麻风病人就甲你伫信徒安尼讲，伊讲信徒，你讲互我一个人听真无采。 你会当讲予较侪人听，你后抓过来，我就搁较侪人来听你讲。这是你伫新屋伫白沙头这边听到年轻的民众麻风病病人家讲的话，伊心里确实有怀疑，伊感觉讲这个麻风病人是要对找人。 因为大家看到伊是麻风鼻，弟兄，哪有米西讲会当搁再找人来听伊讲基督教个要义甲道理？伊怀疑即个青年人讲即个话真正是虾物意思？所以伊可能有在想讲，敢会伊要找较济人来找你的信徒临地合身，这是伊安尼在想。 后来真正后抓，伊过来到伫白沙这个砖头的时阵，伊无拍算，已经有十几个人坐伫迄个所在。这些、个、人有的是麻风病，有的唔是。哦，这妇女的新妇真着惊，即、这个青年人是真正。 十二个村民，拢村民拢坐甲真好势，伫听伊讲圣经的道理。安尼白沙即个地区诶，基督教福音就安尼开始。三年后，经过三年，安尼就已经有得到六个奥廖川白沙乡奥廖川诶人伫马京。 天主堂伫遐受洗咧，信加入伫天主教会的内面。我有讲，你伫信服的用心伫倒，伊有发现一项真特别，伫这麻疯病人的家庭生活，拢真困难。因为是困难，所以你伫信服就有这个真心的感受。伊讲，常常是上香。 善吃、送想、善吃，比人辛苦破病，佫较予人艰苦。因为是善，所以伊定唔敢去就医。安尼辛苦的病，第真侪恶性的循环。伊特别看见在遐海岛的地区，即种的问题佫较严重。伊常常看到袂少人确实是。 厝内大项物件拢无，咱也用一句成语来讲，迄、那个话语叫做家徒四壁，吼、喔，真正是安尼。所以李先福伊除了看见遮的艰苦人，伊就甲伊带咧，互伊倒倒来，到伫马京天主堂的所在，伫啊内带，甚至带伫马京因天主堂伫啊。 所写的头一间病院叫做玛利亚病院，住伫迄个所在。然后伊的写批倒转去劳动联议会，伊嘛写批给伊的两个兄哥，伫迄个宣教的地区做神父的地区，伫遐干讲，而且需要物质衫裤以外需要生活用品。 唔望因会当寄来帮咱，或者上乡的人来度过迄个艰苦的日常生活。这个信徒个一个特别的所在，你的信徒伊就真积极地白沙伫迄个所在来推动关心艰苦的人，唔但是安尼，伊个会带马经会天主教信徒。 带因去白痧、探访即个麻烦病人甲宋乡人，伊要爱遮的信徒亲目去看见；，毋但是安尼，佫爱遮的信徒去了解，虾物叫做宋乡？啊，伊然后伫马京的所在，伊说图书馆，啊，招囡仔来读册，伊、啊、教遮的囡仔，但讲恁就爱读册。 则有法度来改变宋乡的生活。伊伫马京四年诶中间，然后就互罗东省罗东联谊会伫一九五七年，一五四年去到平湖，五七年就改调到当去伫罗东，啊，然后派去伫万山分院。 完善分院通讲是台湾头一间伫照顾血瘤病的病人的一个疗养所。咱会当通在一九五零年嘅时代，台湾有三种真严重的病症，一种就是麻风病，一种就是血瘤病，还过有一种。 第是小儿麻痹的流行，所以小儿麻痹、小儿病、甲麻风病，在一九五零年到七零年这二十年的中间，通讲是台湾真严重的流行病症。完善分医伫劳动性无病院诶分医，伫完善即个完善分医，其实就是专门伫照顾小儿病的人。 当时无亲像今仔日有公保、劳保。一九五零年个时代，还没有即种个保险的时候，逐个人就医拢爱自费。啊，难通在那宋乡人根本就无可能来看病，因为虾米？大负担，即种个费用真重。但是李治信夫拢会家己个病人会家属讲。 拢毋免烦恼钱，恁一定爱来钱。恁毋免烦恼，无钱无要紧，辛苦成大養好，因为養好你就会当有氣力去做工課来掙钱。为着要解决即种的雙向的问题。 你的幸福，伊知影，只有通过教育才有法度，所以伊特别咧走到边东蛮乱的所在，去收一批宋乡人嘅囡仔，啊，甲送入去收到伊，教因读册，互伊受真完整嘅教育，然后开始栽培因家做一个有特殊技能嘅人，所以。 又再背出台湾头一个，而这个囡仔伊来了后，一个查甫护士，一九五六年了，毋是日本时代，是国民党政府来了后，又再背出头一个查甫的护士哦。啊，个特别会当提起的一项，又看见四个囡仔真杰出优秀，后来在送去意大利。 那位观众朋友有一个在澳洲非常杰出、个出名的台湾人，伊是一个肝外科、肝外科手术及移植的一个专家名，名叫做潘贤义。这就是你哋政夫对丧乡嘅家庭嘅囡仔，介绍来栽培出来，台湾一个真杰出肝外科及移植手术。 即方面真杰出，伫澳洲真出名诶所在。李伫新妇有讲过即个话，伊讲钱对我来讲无路用，但是钱对艰苦人来讲，系若亲像抗旱诶中间甘露一样吼。伫迄个干旱诶中间诶甘露，钱对上向人是即种诶意思，咱咪当看出。 大个人拢有无共款诶生命观？啊，李治新副就是即个态度，伫疼惜咱台湾人。咱今仔日讲到遮，明仔载当接续来阁讲李治新副伫台湾会贡献。真多谢你拨时间收看，平安。